嗨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耗子，好久不见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说一说泽塔奥特曼。其实，在泽塔奥特曼开播的时候，有一位神秘人也观看了泽塔奥特曼的开播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托雷基亚。看来托雷基亚也是非常喜欢泽塔奥特曼的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泽塔奥特曼中客串或者是出场呢？这个也是说不定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看一看托雷基亚奥特曼人间奇遇的情况。这心跳的声音坚定了我爱你的决心，此刻你就是唯一。世界突然变得安静，不敢用力的呼吸，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，不小心会惊醒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下期视频你还想看到哪个奥特曼人间奇遇现状，或者是哪个奥特曼中的精神人物的一个现状，欢迎大家留言到视频下喽。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